好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53伏的暴力羊，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第二天的马卓的武器扭蛋，因为有在斟酌今天要不要冲第二把，但是目前来看应该是要冲第二把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冲冲看，因为目前冲第二把的话。加钻石反钻的部分应该可以来到21000左右，因为昨天刚加上竞技场那个结跨服竞技场结算，然后加周末银行，再加今天的福利包，应该是有到21000，就是看需不需要到小厨的部分。我们先看看今天的话，以我现在手头仅存的钻能不能脸白一点。弄到第二把马卓的钻五，那我们就直接来抽吧。因为昨天的话是刚刚好20000的时候，刚好100片，但是通常的话第二把会花比较多啦。那我们就试试看啦，因为不知道这次不抽，不知道赚到还是应该这第一次就没有一片，一片都没有，两次都没有，这太夸张了，三次都没有。四只都没有，不要这么黑吧！这个害我已经失去信心了。因为四只都没有，那是真的太夸张了。那23、24，还没过一半。哦，率选回张，不该该说白还黑，现在还有还可以直接再中个密，徽章。目前还没过半，过半，至少17000抽完，至少啊，至少要到70以上。现在有到71，那先看剩多少，不够了，刚 好不够了，很危险，很微妙。诶，还有到后面，那还应该有机会了，应该够，应该够。因为我刚才，我昨天看的时候，我以为只有到，因为我们没有往后看，我以为只有到那个28888，还有那应该可以啊，那够抽得过去。我还有判断错误，我以为还是要到厨子，那这样子你不用厨子，我可以放心一点。希望不用到厨子，因为还差20几片。拜托，还有20片。30片。9片。哇，不要这样子啊，这样子2把。已经花了快50000赚嘞，这4000冲下去，这样子我在想到时赚有没有办法平冲50000赚？是够了，
最后，好，第二把，剩下1200，那基本上其实我会把它看到时把消费拼到50000整，因为主要是也不能拼到50000整，这样还差6000。6000的话，我目前不够，所以的话也没办法拼到50000整。50000整的话，主要是因为可以回5000，所以的话，因为目前差5000，等于是抵掉了，抵掉这个送的部分。所以的话，正常来说，如果我有6000赚的话，我会把它再花掉，因为花掉的话，即使回5000，其实就是平掉，所以就它是我多了5000的扣打，可以去消费到别的东西。好，那的话等于是第二把。马卓专武的话，我们就弄出来，只是这样子变成我的钻完全大队，剩下七，因为这个月今年的话是29天，剩下7天能存多少钻，就是能存多少是多少喽。因为毕竟下个月目前看应该是堕龙的限时抽，但是应该是没什么机会抽了。那然后那个。40招财猫的话，应该也是没办法回多少。到哪里去？这边第二把的话，等于花比较多，因为我们昨天的话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昨天的话我们是20000出嘛，2万0多嘛，记得是20000多。那等于今天第二把就花了，真的快要25000、24000上下。所以来说，其实两把花到44000，等于平均一把在22000，其实算是这我算是有点脸黑啦，算是脸黑的。所以的话，给大家一个参考值，抽两把大概是要花这一次啊，这一次来说抽两把大概是要花这些钻量。然后我们就是马卓，就是六门。那马卓六门的话，我们就来试一下竞技场的情况。那我们就把马卓是丢在后排去了。可马卓丢后排有个问题，我马卓我因为我没有那个猫纳的关系，所以的话我马卓应该是没办法用，没办法到开场打。那我们先试打一下胜利看看。也主要是我的暴风战魂也还没到5星。对方的，哎，他牌叔是不是死掉？他比较麻烦的是他的拉尔夫有点难打穿，然后他的现在的他的胶的部分是六门。是那个六门胶，然后是用5星暴风。你看，像我的拉尔夫，基本上第一回合就扛，有点扛不住了。看，像拉尔夫，我的第一回合就没扛住了。六门胶，六门的马卓是有把它吃掉，因为主要是我的白色的部分有把它拉尔夫抓掉。其实，假如白狮我也有冲到那个，
主要是我白狮如果也有冲到那个六门的话，放在后排的话，应该是有差。1000多万，有1亿的伤害，好像还好。白狮其实没装，我没有到开场大，可以在那一个回的怒不够。加上我原物的话，现在其实可以以女角，可以换到女角，让她提我的马卓的攻击力为主。其实我马卓攻击力可以再高了，因为我可以把拉尔夫的符文给他拿过来用在我的马卓身上。目前测试出来还不足以弄掉，所以的话，我可能就是到时我再测试，把拉尔夫的一些东西我拿来丢在马卓身上，把马卓的战力再拉高一点，来做测试看看。因为主要是我暴风只要有到5星的话，应该是有机会把它抓下来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话，马卓雅的六门开启跟就是武器榴弹，我们实际其实2把不知道该抽了多少的实测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那我们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